拿扣工资五百。老板上班了，上班上班来不及了，老板，老板上班了，上班了。哎呦，喝多难受。难受你要上班，你是酒吧老板。来不及了，老板上班了。要去你自己去。你是酒吧老板了，我自己去。我做老板就是为了不上班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老板，你能不能快一点？上班迟到了呀。你急什么呀？先去帮我把快递拿了。我凭什么帮你去拿快递啊？拿吗？不拿，扣工资500。哦。要帮你拿快递。呀，怎么掉了嘞？走你！嘿，叫我帮你拿快递，还拿快递？呀呀呀呀呀！这不会是狗尿吧？这？老板，你找我？哎，小白，来坐坐坐，快坐。干嘛？外面可忙了，生意可好了。我不是昨天喝多了嘛，然后我今天呢实在是不舒服，来，你给我按按。外面生意可忙，我要上班，干嘛呀？这样。嗯。老板，你老这样，特别讨厌，知道吗？哎，我问你啊，我刚才让你拿的快递，为什么有股尿骚味儿？说什么嘞？怎么可能有尿骚味儿？真的。不过也没关系。反正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什么？送给我的？ Hello， it's me。